啦，嗱，佢嘅問題都係大家嘅問題啊，係咁向前，咁點啊？高向高，唔係拉後，記住壓拉後嘅，明唔明？咁你就控制到個拋物線啦，壓拉後嘅，明唔明 ？Look at Fondrich 咪咁咯，明唔明？試下嚟拉後嘅。会建议即系嚟上投篮课程嘅学生，你未必需要完全改晒 one motion， 即系好似 Curry 嘅投篮方式。你同样可以用呢一个 two motion 拉，但系记住，同样嘅动作，我哋都系第一唔好反腕，第二压升起。嗱，你会见到。壓升起之後你都是用腳腕的，都是觸底發力拉下去。拋物線你會見到是高的，就算三分都是的，壓拉三分都是会高抛物线的。再看一次波，我们都是压拉拉下去，不要指向前，波压拉下去。 OK， 用脚腕的力量，波侧身得太紧要了，压拉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 CM 试不试啊？ Matthew 试不试啊？ Matthew 试一下，来看看试一下你的 two motion 如何。好啦，喺你射之前咧，嗱，好多人问我啊，两分 two motion， 三分 one motion 得唔得？得嘅，我初期都系咁，但系你慢慢咧，你射多半年到咧，两者会结合，你控制到嘅到时。我真系比赛，即系我三分 one motion 啦，三分咁射啦，拉啦，系咪？咁我两分嘅时候会点咧？波，例如拍 drive 压停拉 ，OK， 即系都会跳起嘅，唔紧要嘅。OK， 嗱，试下咯 ，two motion。好啦，停。第一，你会见到咧，啱啱 Matthew 上嘅时候咧，系嚟到呢度嘅啫。嗱，呢个就系旧式 two motion 啦。记住，上到嚟呢度，上拉落去，再嚟，停。左手唔够前，右手亦都唔够前，系啦，上。停，又系啦。嗱，佢有好多 two motion 嘅朋友会出咗嚟，个头咧忍唔住顶佢。你见佢咧一掹上去咧就咁样啊？点解咧？就因为你条颈本身冇昂起。所以你有感覺，你又睇到咧，因為你條頸係咁啊，你一掹上嚟就變咗好似用個頭頂佢咁咯。記住，昂起個下巴，掹上去，拉落嚟，明白？入咗先，掹上去，拉落嚟，記住都係拉嘅。OK， 試下嚟，升起下巴，升起嗱，唔得啦，依度咁樣。掹上去，嗱个碗都系直噶。掹上去，拉落嚟，高压停，屈咗碗。所以个波走咗啦。嗱，留心各位。你要喐嘅唔單止係膊頭，舊式因為我哋屈咗碗咧，你淨係喐膊頭嘅啫嘛，呢度鎖死曬噶嘛。呢個你係要喐埋呢一個關節，又係同樣啱啱我講，用手背控制拉落嚟，手背拉落嚟，明唔明白？再嚟試下嚟，高手背停，屈緊碗啦，你已經用呢度控制鎖死佢，高。哎，好啲啦，好啲啦，但系个头都顶咗埋去，
再嚟，平手背上，手背上，手背上 ，go， 唔得，冇上到去，因为只左手冇喐。留心，记住 ，two motion 都系嘅，左手力量，明唔明？我哋只不过将个出手点拉高啫，但系你记住射波方法都系拉落去。记住呢样嘢，再嚟，哇！身前左手升起，嗱，又系顶咗头锤啦，发唔发觉？嗱，我哋手背，手背控制呢度紧嘅，拉手指向紧上嘅，睇唔睇到？唔系咁样，你就系呢一下松咗啊，呢度松咗呢个手腕，记住 keep 住，我哋压拉。明白压拉 go， 停，喐咗啦，又系呢句啦，你系咁样喐，系咁样喐，上。上手背上边，手背上边，手背上边拉落去，哇！你 keep 住都歪咗嘅喎，再嚟啊！唔得，手背向上。好，大家睇到 Matthew 之後，覺唔覺豪哥天分原來都 OK， 有比較，有傷害，唔緊要，再嚟。係啊，嗱，不過咧，講真嗰句嘅，阿 Matthew 咧係超級努力人，遲啲慢慢會睇到噶啦。佢係會好勤力啦，會係咁練啦，所以咪搏命做 gym 咯。而家咪要將佢由做 gym 嘅世界拉翻翻轉頭，所以有啲難啊，好鬼好鬼多肌肉嘅。再嚟啊，放鬆。聽，我哋係嗱，睇住啊，向上望呢度，呢度用少少力定住，唔使少少，唔使咁多，咁樣 feel 唔 feel 到？而家係手指向上 ，feel 唔 feel 到先？你啱啱就係咧，一上嗰下就已經屈咗腕啦。嗱，而家手指咧，其實你向緊呢度，明白嗎？唔好俾呢度屈，所以我哋係上嗱，你咪升起咗個手踭咯。拉上拉上拉上拉，咩试下你拉落去，落去唔系向前，系啦，唔系嗱又屈腕啦，唔好屈，唔好俾自己屈腕，系咁样嘅，系系啦 ，good， 系准备，啊，似啦似啦似啦，大师兄翻嚟啦，加油，压。少少甩咗碗，再嚟上，哇！喂，有啲離譜喂，再嚟拉啊 ，OK 啊，明唔明白？嗱，而家咧你會見到一樣嘢啦，嗱，佢嘅問題都係大家嘅問題啊，係咁向前，咁點啊？高向高，唔係拉後。記住你射完個波咧，直情有微微拉後嘅，明白射入佢。記住壓拉後嘅。明唔明？咁你就控制到個拋物線啦，壓拉後嘅，明唔明 ？Look at Doncic 咪咁咯，明唔明？試下嚟拉後嘅，唔係嗱，你見唔見到你係冇拉到向後啊？整個上半身拉後，
咁樣係拉向後，係啦 ，good， 用腳腕啊，壓壓，係拉落嚟。嗱呢個嗱呢個係你係向前啊，記住，我哋你用唔到拉啊，記住拉落嚟係拉落嚟嘅，再嚟高壓，唔得上唔到去，因為你嗱你因為你冇咗冇呢個力，佢都有呢個力嘅壓。不是跳後，記住看多次，不是跳後，你這個跳了向後，記住我們是壓，我們壓拉上去的時候身體往後，明白嗎？拉 OK， 好，再來壓往後拉回下去 OK， 再來壓拉上去，個波唔上去啦，呢個 one motion 嚟嘅，個波冇上到去。記住嚟到呢度嘅，然後拉，聽，你呢度咪又係呢個位咯，你又係輸呢度咯，係啦，前少少啦，係啦 ，good， 聽，呢度係啊 ，good， 唔係跳後，呢個係跳後，留心記住，我哋係咁啫。咁啫，將個身體拉直啫，向後拉直，唔係跳後。記住，我哋係拉直，向下拉，明唔明白？再嚟，拉直。OK， good， 嗱，大約係咁啦，試一試三分你得唔得？好，試下啦，準備 ，go。誒，嗱，呢個 one motion 嚟嘅，啊，但系 one motion 得嚟咧，仲係有少少推啊，拉向後，聽，左手前少少。拉向上，然後拉，好算啦，你射翻 motion， 嗱又屈腕啦，系啊，高壓 ，OK， 用唔到個吸力。嗱重點咧 ，Matthew 咧一路以嚟做唔到嗰樣嘢咧，就係佢同步唔到啊，呢一下上壓上。記住壓拉，明唔明白？我哋一定要咧，先要一樣嘢同步到先。你同步唔到，冇得拉。睇多次壓一齊上嘅，明唔明白？再睇多次壓一齊上嘅。嗱呢球都同步唔到啦。記住我哋係壓上壓拉。無論 two motion 一點或者 one motion 都係咧，你個碗唔鬆得嘅，即係新式計啦，唔係舊式九十度嘅啫，明唔明啊？你個碗唔鬆得嘅拉，因為我哋一定要有，我哋一定要有旋轉，令個波穩定落去嘛，明唔明白？呢球我呢球做唔到 two motion， 我哋係拉，都係用旋轉，唔係扼個波向前。明白？你見過拋物線咧，波冇矮度嘅，係咪啊？冇矮度嘅，壓腳腕拉落嚟，明白嗎？明白嗎？呢個係 two motion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記住兩樣嘢：一手腕唔好屈啦，改咗佢呢個；二記住唔係跳後，拉向後。OK， 利用左腳嘅重心腳拉向後。OK， 同埋最後一樣嘢記住啊，唔係用大髀啊，壓腳腕啊，清唔清楚？咁你都用到核心嘅。OK， 好，今日射埋一球先。我 free time 波呢度射唔射到？射唔射到 two motion 咧？得嘅。OK， 今日完。